这把对面的人看不起我，看我选狗熊，他先选一个蛮王，打蛮王一级不要和他打，二级之后就好打多了，先清兵升二级。这波有点失误，一还没好就上去了，这蛮王追着我一顿暴砍，跟他对着 A 就行了，一好的放 E 放点火继续 A， 再 A 一下，再 A 一下，再一下死掉。这波有点失误，应该往对面小兵那边走，用一清兵升二级就可以杀蛮王了。不过这蛮王是真的黑，打了我八刀就暴击了一刀，真的他多暴一刀我都死了。继续回到现场，他已经打不过我了，你打不了一口一口连拍住我 A 一下再 A 一下，他跑了没事转下一波，把眼放在这个地方，因为对面是开眼打野，还敢吃兵打不了一口，直接一口连拍住我，追着 A 再 A 再 A 一下，假装跑三线 EW， 哇可惜了，这波失误了，一放的太歪了。对面打野在下路，那咱们就去二塔中间堵他，别让他吃经验。 OK 他来了，走近点打不了一口，追着 A 一下，一 Q 连拍住，继续 A 一下再 A 一下，进塔了，这波不要紧可以越，直接挂点火 A W 再一下死掉，正好六级了，直接开大出塔。我不知道我不开大会不会死，但我知道我开大就肯定不会死。这波蛮王没大，我准备越他，等蛮王没等到，等来一个开影，先撤一波。哎呀，忘了吃塔皮了，先把塔皮吃了再说。W 一口直接出塔，假装跑不要急，这一口连拍住，追着 A 再一下，开大没有一朵了，不碍事，等他出来。W 一口 A 一下，再 A 一下，闪现跑。这蛮王没技能了，追不到我。不要急，先等一波技能 CD， 他没有大，这波可以杀。慢慢靠近点 ，W 一口往后拉，太 E 了，一口连拍住 ，A 一下落地中，再 A 一下 W 死，成功一打二完成双杀。继续回到现场，不知道为什么这个蛮王现在不和我打了。咱不急啊，先假装清兵，他过来再 W 抹一口。OK， 他这个血量现在可以越了，先假装清兵。他过来直接一口连拍住 W 一口，先把他大招吓出来。OK， 他开大了，咱们直接跑。先 W 一口，他大没了，直接开大，再一下死掉。这蛮王成功被我单吃。跳上了一塔，继续过来压塔，中一 W 一口，再 A 一下。对面打野来了，不用怕，直接对面王开大，一个 W 直接咬死。讲真的，狗熊这个伤害我自己都看不懂。不是大哥，你怎么还不走啊？还不走是吧？一口连拍住 W 一口，然后直接出塔。他这波有大的不好杀，不是你还不走吗？坏了，他看不起我，那我肯定要给你越了。等一下技能 CD， Q 好了，直接趴地加速。你他妈的，我真服了，直接土遁是不是？坏了兄弟们，我被当成狗遛了。这里我本来想回家的，这蛮王直接一个牛蛙给我召唤回来了。那我不走了，先 W 咬一口，被击飞了不要紧。等一下技能 CD， 趴地加速，开运 W 咬死。不得不说这开运胆子真大，有优势过来帮队友。这塞拉斯他想收塔，现在兵蓄被动，坏了，我忘了出反甲了。先出塔躲下伤害，你还敢E过来 ？W 一口，一口连拍住，直接大 A 一下，再一下 ，W 直接咬死。这塞拉斯胆子也很大，大哥你在干啥？断兵线吗？走近点。W 一口，一口连拍住 ，A 一下，再一下，中一，再一下死掉。这蛮王估计现在已经麻了。这把对面下路战绩是胜的，泰坦过来做视野，直接趴加速。派晕 W 一口，追着 AD 来了，先撤一波，被拉了不用怕，打不动咱，直接挂点火，想跑已经太晚了。三 W 一口 ，QA 死掉，继续追这个 AD，W 一口没咬到，脚闪了，直接开大 ，A 一下 W 一口，再一下死掉。你说你玩个 AD 在上单面前晃什么呀？打完这波对面直接投了，这把也是成功拿下。